其實依家自己嘅備戰都狀態都非常之好啊！咁就尤其是係喺教練嘅安排之下，我哋無論係訓練上邊啦，定一話起居飲食方面都越嚟越好啦。咁嚟緊落嚟就會喺澳洲有一個熱身賽啦，好希望喺依個熱身賽係可以更加即係睇下自己發揮成點咯。真係希望喺個熱身賽係可以運用翻依家我嘅狀態出嚟咯。其實自己都有三個目標啦。第一個就同上一屆一樣啦，都係希望可以喺競輪可以攞到爭取到一個獎牌啦。第二個就係上一年嘅爭先自己都失誤啦，攞第十啦。今年都希望攞翻前八，或者都係爭取一個獎牌啦。咁喺呢兩個項目，我都希望係可以攞到獎牌嘅。咁最後我都希望自己係同團隊方面係有一個好好嘅合作咯，因為我覺得上一屆未必有咁多嘅時間準備，但係呢一屆咧我哋準備嘅時間比較多，希望大家磨合啊、合作啊都係會越嚟越好。覺得而家兩個項目對我嚟講都幾有信心嘅，我自己都，但係始終高手都有好多啦，有五到八個啦，咁其實尤其是係海林賽方面，其實比較變數會比較大啲，但係機會亦都係會大啲嘅。咁所以希望自己係可以喺海林賽方面發揮得好啲，尤其是佢係第一日嘅比賽啦。咁第一日大家都唔知道大家個底係點。好辛苦啊！阿妹，好多。